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有关暂时磁铁跟永久磁铁的叙述，下列哪个是正确的？暂时磁铁不易被磁化，这个错了，它是容易被磁化。不过磁化完以后的话，你不给它加磁场的话，它又呢回复呢没有磁性，所以这个是错的，容易被磁化。B， 永久磁铁不易长期保有磁，这个错了。哦，永久磁铁的话，就是说它那个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磁铁看成很多很多小磁铁组成的，它的小磁铁的话是永久排列整齐的，所以呢，它是可以长期保有磁性，所以 B 是错的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暂时磁铁不易呢失去磁性，这个错了。暂时磁铁的话，你不给它加磁场的话，它就呢失去磁性。再我们看 B 选项。拥有磁铁可能是铜制成，错，铜它不是磁性物质的，所以的话呢，它没有办法被磁化，它不可能变成磁铁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